月亮好圆呀，是不是太困了啦？别起别起别睡啦，一天连粽子都睡。哎呦，吵死了！刚打完黑龙，你就不能歇停会儿吗？哎，刚才陆地睡觉太无聊了，要是去三公水把那些图纸还有太空特产都带回来，这才划算呀。哦，好像有点道理哦。那我直接把床打包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氧气面罩。乔不要紧，猴急的，不止氧气面罩，这些工具装备不带上，连太空石头都挖不动。OK， 出发。到了到了，在这里每天睡醒都会发生随机事件。上次绿叶星一觉射出滔天洪水，蒙眼星没有水源，连空气都很稀薄。要是一觉睡醒能射出空气和水源，那该多好呀！嗯，小表妹，你的脑洞还真的有点大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睡觉，梦里啥都有。到时候我就在月球建个广寒宫，让野人伙伴都搬过来住。好了，睡觉。一觉睡醒变成了猪，怎么又是猪啊？变成猪连打怪都不好打，太菜了。臭当当，肯定是你坏了我的运气。我打我打，就算我变成猪仔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哼，变成猪不好玩，再放个烟花睡一觉。这次是啊，好多风怪，风怪怎么会出现在月球上？哎呦喂，别打我。都是小表妹把你们召唤出来的，小姐别耍锅呀！这些符文怪太烦人了，不解决掉我们都不好过。我锤，我再锤，啊，累死我了！上百只符文怪敲得我手都麻了。睡一觉就不翻了，这次我来放烟花，走你！仪式上说今晚有超大流星群，小表妹我就说嘛，还是我运气好，在太空看流星雨没见过吧？流星雨太好了，在哪呢？我要许愿。真的什么鬼啊，这明明是陨石吧。啊，救命，超大的陨石。这开什么星际玩笑啊，源源不断有陨石落下来。别打我别打我，什么东西躲不了，连我们的床都给炸没了。臭表姐，你的手气比我还碎。以后我再也不想在门圆心睡觉了。小白妹，我们还是直接打远古巨人拿到圣物就回老家吧。我同意，那就赶紧挖个山洞暂时躲躲，进山洞里睡一觉，等陨石停了再说。希望明天是美好的一天。哎，变身核能机甲战士！哇塞，表姐你好酷啊！这是究极的核能机甲，总算不是灾难了。不过小表妹，变成一堆废铜烂铁有什么高兴的？连活动手脚都不方便，太难受了。表姐真是个木头，核能机甲都不知道。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我还是直接找远古巨石玩吧。这套核能机甲跟远古石巨人到底谁更厉害呢？直接开打！我去。小妹的机甲太帅了吧，双手加特林直接突突突，还会冒红光。小了，格局小了，核能机甲不仅会加特林，还能发射追踪导弹，谢谢修，攻击高，血量也高。哼，拿个小文具就想打败我，真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？小妹妹，石巨人变身第二形态了，快破坏跟他要上同样颜色的方块。嗯，用不着，我的核能火箭炮可能是吃素的，加上火力，机关枪和导弹无限发射，这样的石巨人长得有本事。石巨人已经在垂死挣扎了，最后一击 ，nice， 顺利击杀远古石巨人。核能机甲果然厉害，凭借我们两个人的能量就解决了远古石巨人。战利品我就收下了。